哎，等一下哦，比利时，你等我一下哦，伺服器设定。身份，可是我问一下啊，他画完之后，B G N 欸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等一下哦，我们发生了一件，突然发现很严重的事情是，现在要画的图是 D C 用的，可是我怕上传之后，这个图片只有自己，就是只有管理员看得到而已。还是他会跟，他会显在前后啊。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先传一张布布很小的照片。哪一个 DC 的那个管那个什么身份组的图？你们有人 DC 的身份组有用过吗？它不是可以上传图片吗？那图片传完之后会有那个吗？同时再挂，同时再挂，我看一下哦。图层大小，就是影像，版面尺寸吧，多少？64×60，六十，好白痴哦，这个，影像大小，会显示在名字旁边，真的吗？那我先试试看哦，档案，转存。就昵称哦，你是说最上面的分类吗？我看看哦，看一下哦，法务处，不是法务处啦，对对，法务处，伺服器设定，身份，法务处，选择图片，浏览档案，桌面。确定，不存跟变。有，那可以了，可以，好，开画。没有 DC 群呐、啊，你们看一下那个 DC 法务处，有啦，弄好了，
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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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树叶你传什么给我？东西。你干嘛？名字会显示在右边吗？是吗？有个图案的那里，名字的右边。你是说你作业后面名字有多一个东西吗？哦，好、啊。好，那个，今天小秘书说吃完饭一次把人拉一拉，还没进来的就赶快都去私讯吧。干，等一下哦，我没事，不能乱干。嗯，我们换歌吧。好了，那个好，正式开始。哦，喉咙有点热哎，等一下哦，开个电风扇。我看好像有点冷。好，首先跳过我的好了，因为我长期隐身。等一下哦，您随意，好，我随意。秘书是画个猫型吗？干，自肥，他在那边自肥。然后后面有个树叶是 DC 内建的，那个是提示是新进的制服器成员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哦，秘书，你看我们秘书室就只有一个人，然后他是说给我一只猫，然后咧法务处狼牙棒，觉悟处剑，觉悟分处盾牌，特座教授星星，生活辅导。弓箭，奇怪，他明明就是从那个学院风啊，怎么都是打那个？你看武器。他说 DC 光荣小游戏啊，我知道啊，内建的啊，可是那个英文要很好才能玩呢，都是英文的啊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喽。他说一只猫。明明就是兔窝，要什么猫？气死！欸、好滑哦，今天的笔触看起来好滑。你确定不是在拷问别人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。等一下哦，好不习惯。交换案 ，Hello Hello Hello Hello。窝里面混了只猫咪，大家快跑！不止哦，等一下还会拿狼牙棒的哦。不会啊，你看
那就是这只猫啊，对不对？今天阿七写作业了，阿七。欸、我感觉我的绘图软体又被冻到了、欸。有人提到狼牙棒，对对对对对。欸，狼月狼月，问你个问题哦，我把你升 DC 群，把你升级可以吗？就是，我会把你跟番茄，就是升等级，就是你们两个不都抖大笔的，然后是要跟那个加藤优一一样啊，就是在群组内是金色的。然后早上你没看到你，这猫眼是不是很可怕、啊？还是要这样？那个金色身份组是加 D， 是要 DC 群加很多没？不是啦，是那个啦，在台上给的钱呐。DC 群加很多是那个紫色的 DC 贡献是紫色的那一个，然后金色是抖我很多的，对。这猫咪的眼神充满怨房，我们看透了许多人世间了，看透人世间，应该这个吧？没有。应该是要这样吧，然后还要发这种东西。我先找一下手感。没有，当然不可能是个眼睛啦。等一下哦。这只是小图啦，之后在 DC 图有多大也不是那个。也是判定。看，等一下哦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烦，好气人哦！等一下哦。F， 等一下哦，我现在调不到我之前的设定。感觉
怪怪的就对了。再来画艾露猫吗？没有。啊，狼月，你有没有回我啊，狼月？好了啦，狼月，回我一下。我说 DC 就是很像类跟那个月月群一样，有一个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反正就是会把你颜色变成金色啦，就跟优衣还有优衣的颜色一样。你 DC 还有横幅可以用欸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在那边给 DC 增加等级，然后小帮手就想说，那顺便来搞这个东西，所以才会想说早一天来画。我想说时机差不多了，那就选今天好了，那就来选今天吧。要当五口，好。教主吃饭了吗？没有，要不要有？有吃鱼尾巴，有吃鱼尾巴哦。关塔以后有吃水饺，顺便洗澡。然后吃完就发现干吃不着了。欸，他不能这样子欸，为什么都是？你有用好编好了？我有看到。有，我有看到。欸，老实讲，早上是不是你抖内的啊？我早上收到一笔不知道是谁的钱，不是收到啦，我早上有听到一个钱的，欸，抖内的声音，那时候 OBS 打开，然后没有关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早上我没抖，那到底是谁？我找不到那个人。但给他黑猫好了，黑猫在几边？恐怖。大概会画八张图吧。神秘的赞助，对，然后我去看那个绿界跟欧富宝，完全没看到，这是谁抖？不会是我，我只会在你讲话的时候抖。可是那个谁，加藤都喜欢在人，也是在人不在的时候抖啊。像这样靠腰，感谢超级留言。
反正没事啦，真的没事啦。啊、你今天没有，你今天没有去玩还是干嘛？哎，目前光遇，你们光遇现在新手们，你们玩的怎样？好玩吗？就逛逛图，大概逛一个礼拜，就大概知道。你们如果都一起在走的话啦，大概一个礼拜你们就知道哪些火在哪边了。然后多献祭几次，你就知道光光那个小金在哪边了。我们现在在群聚捡光翼中。哦，好羡慕哦！因为小丑一入坑了，你是喜欢这一种东西的哦。欸，我觉得我的图好像怪怪的。那我要补一发变整数。请问的整数是110吗？总是120。感谢月月的超级留言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那天在玩，怎么感觉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我的设定真的都有被动到呢、欸。二叉部分，对哦，不对哦，不对哦。那很好看，我也很喜欢那个小丑的衣服啊。话说教主，你说的那笔钱是昨天直播的时候收到吗？早上我在设定那个直播间那个什么待机室的时候，就跑出了那个，他就说我叫啊，反正那个是，嘿，这个我不能说。好啦，不管啦，就这样子了啦。好，下一张。哦，那每次我昨天有续订会员，想说没有步步穿团军，那个不是我。早餐钱35块早餐，我想一下有什么？扣手续费扣掉应该是27块。饮料钱，感谢 Holy C。看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感谢。狼牙棒，狼牙棒，狼牙约，敌人敲锤，我举杯。听清了风雪，是谁打翻的纸飞？哎、欸，谁打翻魔鬼的尘埃是非？原自觉。哦，靠腰。
不是哦。啊，我就在装新画图哦。哦，专心画图也没办法回你们哦，很不好意思。眼睛都在这上面，没办法看聊天。哎、欸，很难得呢，聊天室绿色的竟然比灰色的还要多。对，打字的人啊。我眼皮一再跳一跳，嗯哼哼。那你有比较开心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教主要加一个吗？加什么东西？加什么？你是说光玉的手吗？好啊，我要牵克洛伊手过来，女人啊，你把你的手交出来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克洛伊的手？哇，贴心。就说克洛伊很贴心吧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在聊天室加一个文字符号好了，醒。这时候可以让克洛伊叫我醒醒，或是我叫番茄醒醒，好用哦。可以靠腰，加个颜色。感谢克洛伊超级留言。那你要来先跟清明讲了，有什么问题？我跟克洛伊解锁到杯杯好不好？我叫克洛伊杯我，我看清明怎么办。啊，塔农清明。贫穷限制了我，没有、哦，只有你自己限制了你自己。好，只有自己能超越自己，好吗，西敏？只有自己能bend了自己。隔壁应该魔物坑应该已经淡了吧？OK，OK，OK。好了，我们连抱抱都没解。就无解啊！来，一回我给你啦。什么？哎、欸，先省哎、欸，白痴，你听我讲，请先省下来，礼拜四好不好？真的都专心听我讲。你们谁在这几天在那边浪费白色蜡烛？我在那边骂人哦。你们先缓缓，等到明天公布了之后，你们再决定说要不要。搞不好你们就差一点点的东西。可以换什么裤子啊、衣服、面具之类的。结果你们都已经花光，结果要怎么办？氪金，对不对？蜡烛的话还好，蜡烛你氪金买得到。啊，爱心的话，可以用那个蜡烛换啊。你死会取招都白蜡，为什么？叫他不要用白色蜡烛，他不听。对。我在想，我要宝宝封印，
该跑了啦，爱心我没有用，有用有用，我跟你讲，爱心爱心先祖都要一大堆的，请听我们这些已经玩了几个月的人的建议好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买礼包送白色蜡烛 ，IO 也是分开的哦，对啊，是分开的啊，啊 ，Switch 归 Switch 啊。所以你要跟人家送东西、换东西、买东西，就是先用 Switch 买。矮人面具就要20颗星了，矮人面具就是等晚点呐、啊。你们先不要执着矮人面具，矮人面具我知道很可爱，但它跑不掉，好不好？它就是会在那边等你来买它，它不会不见，它不会消失，它就在那边只是等你而已。这个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好友数没有复刻重要，真的啦！我跟你讲，优先顺序是复刻大于好友，大于先祖，好吗？地图的先祖，真的啦，我不会说谎啦。我要骗，顶多骗西敏而已，我骗其他人干嘛？然后一个一个跟你讲，哎、欸，骗西敏，骗西敏，跟他讲说那个不重要，然后骗他钱，骗他钱。你看我没那么恶质啊。嗨，呆鱼。要干的话，一天20啦，一星期就140。对啊，我觉得木土，不用身高老人变矮，变得特别高。啊，哦，身高药水你们也可以囤多一点一次喝啊，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万一是不喜欢的发型，你至少还有救。比如说你今天是想要高，就你越喝越矮，但是你一次有十几罐的扣打，你就可能喝到最后两三罐的时候，如果是很高的话，那就不要再喝了。这个不是应该要私下说吗？骗就要偷骗偷骗，没有啊，搞不好他真的觉得我没有在骗他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会心甘情愿的日审，就审半天就发现我在骗他。啊，要骗过敌人，先骗过自己。要骗西敏，要先从你们先开始下手。我教主骗人，没办法，为了骗西敏，这个是我逼不得已要做的事情。我很抱歉各位，但是骗西敏实在是太香了，本次蛋香。其实那时候看你们一起跑图，我是真的蛮开心的啦，因为我当时上光遇的时候，都只是有时候一两只猫上线嘛，然后偶尔真的是很难很难才会串跟那个跟好友串到，就是同一个世界。啊，现在三不五时就是跑个图就看到，哎，你也在这边，哎，怎么在这边？然后打个招呼就继续飞走了，哎，这么巧哦，这样子。那你要看西敏牵着克洛伊的手吗？我去把它剁掉，我去切掉它。我看它哪只碰克洛伊，我就切它哪边。啊，十指交扣，我就把它手掌给切掉。啊，我直接口了它。欸，我后来发现，要还是我们来个表情符号，就是贴图嘛。那聊天室应该又可以新增一个新的贴图。你看。还是我就直接用个口人这样子，还是你觉得一个囚犯的囚就好啦，这样子口人。哦哦哦哦哦，我这个话筒好像有点哦，对不起，我来，你说切掉西敏的手吗？好，来，西敏刀给你，
听说教主要氪金一点小心意。哎呦，对，狼月，有有有，我氪完了，谢谢狼月。那一笔，我昨天晚上氪两，4400啦。你看吧，狼月给我那么好，狼月来，这个是我的心意，我帮你把 DC 群组定身了。狼月，狼月你在哪？可以打个字吗？快笑，狼月你在哪里？狼月，狼月啊，你是精心加入的 DC， 我看一下哦。狼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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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狼月。管理员信箱，每日练字，不过公布栏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兔窝公布栏。哦，新兔仔，等一下哦。身份，江金兔。哦喂。然后番茄也给你一个。番，江金兔，来，恭喜你们两个。教主要不要画个掏出白色棒状物的图？蜡烛，你是说放聊天室还是放哪里呀、啊？那其实聊天室，光遇的客群太少了，我想我不就缓缓吧。我看一下下一张图，下一张图，狼牙棒结束了。电，艾夏西 ，Hello， 你好。这个是狼牙棒牙棒，然后这个是，哎、欸，我给我改电电电，先吃饭挂台，好的。要吃饱哦，记得要洗手哦。新敏的手很脏，你记得要洗干净哦。要先用肥皂搓湿，好不好？然后手心、手背搓个20次。看你们干嘛同时打那个脸？刀子，番茄变金色的了，有那个啊，有黄金番茄啊。我黄金番茄其实吃起来没什么感觉、欸。我是老实讲，黄金番茄，我觉得圣女番茄都好吃多了。我是指蔬果的番茄好吗？你醒醒，你再不醒来，我要画个醒字在聊天室了。金番茄，圣女番茄，圣母番茄。哦，你要好好打哦。搞怪哦、喔，这样好了。燕子安安，我觉得可以醒，对不对？就贴个口人，然后醒。我要吃饭了，那你赶快洗手好吗？请把克洛伊的味道洗掉。
请把你手上克洛伊的味道洗掉。啊，你不用洗手了，你把手剁掉了。反正啊，吃饭要洗手，知道吗？尤其是牵着西明的手。哦，西明你好夸张哦，你怎么会牵克洛伊的手？好狠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还好吧。他是西敏哎，他是一个坚强的西敏。感谢你那发喽。哎，我吧唧吧吧吧一吧哒哒哒哒哒，等一下哦。这样。哦。这样。你那。对不起，不行哎，这样好了 ，F， 然后，嘟噜嘟嘟嘟嘟嘟。原来是退曲的追嘴哦 ，YT 啦，退曲。阿萨斯，马伊夫。但好奇怪，等一下，我忘画太复杂了。其实可以简简单单的爱过，只是简简单单的烽火，我爱自我。那这样就好了嘛，画那么复杂干嘛？繁星，以为是画画很厉害的人你，你来好吗？这样就好了啊，勾追勾追的。很想来牧师玩投石车，你不要害人哦。好，那个哈士奇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存档，哭，等一下另存新档。低潮，不化暂存。新增资料夹 ，DC 储存，有没有想去玩会尖叫的投石车？什么意思？投石车会尖叫？对你玩了就知道。萨斯，西瓦纳斯，滚！教主跑每日了吗？好啦，今天还开台跑的哎、欸，你是不是都没在看我台？你这样子我很过分哦、喔。你说克洛伊上班没看到就算了，你怎么会没看到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开台跑的，对不起，我道歉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时候我本来是要休息的，然后突然就是优花问我要不要一起跑，
哦，那时候我原本在那个啦，吃那个，吃海胆，然后又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跑，我说可以啊。然后吃任务解的过程就看到 OD 跑过来，然后好像是他是给樱桃那个，给樱桃票，结果发现樱桃还差一天还没有办法领。哎，你不要吃饭，你都凶我，哎，靠哭啊，我道歉了也不行哦，哦，我回收。哇，这女人，我都凶你，天哪，我不止凶你好吗？你要不要看一下番茄？你这样我对番茄怎么交代？哎，番茄，他都说我凶他啦。然后这时候番茄就是那个自己把眼罩戴起来，然后把嘴巴用那个胶带封起来。你是不是被西敏气到精神错乱？对啊，你看他一直牵着克洛伊的手，我怎样？你是不是在刺激我？一直说我凶你，但其实你一直在刺激我呢。你又把手洗干净啊啊！就把克洛伊的味道洗掉。好吧，今天也是要那个啦，带番茄跑的。可是突然想到说，哎，唔丢哦，今天任务好像轮到木土了哦，然后我就说啊，番茄不好意思，那明天好了。哦，啊，番茄不好意思，明天啦，绝对不是不想跟你跑啦，是木土太恐怖了啦。然后今天也是那时候，我跟幽花嘛，还有一个叫做汤包跟月光的，然后我们久违的是四个人，我们四个人就类似我当时还是我跟幽花还是萌新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月光跟汤包在带我，然后就是常常就时不时我们四个是腻在一起在玩，然后后面就是慢慢就是一直都越来越少上线了。那是今天是久违的突然哦上线了。今天每日算简单的，对啊，就只是要去过到四龙图去找那个火堆而已啊。四姐妹，你才姐妹啦，我们是 F4 好吗？五姐妹，等一下。我们是久违的光遇 F4， 我们是 F4 超人。结果你闪退回来直接傻眼，欸，我有录下你那个闪退的图，我传给你，欸，还是我应该可以下载下来，我看一下哦，
储存，开启资料夹。嗯，来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这个中间这个是优化，有点断线，结果。哎，他用坐着的方式在走路，这个就是那个断线，然后有时候你在移动中断线的时候会变这个样子。嗯，这个腿很强吧？我怕他怎么办到的？我会这样救命，就超好笑的啊！那时候汤包跟那个月光在那边笑，我说我录影下来了，你已经被我录下来了。下一张，等一下哦，下一张，金星，体罚现场。都体罚，教务蹲掉吗？记得找好，找好找满，什么找好找满？你们跑去玩那个了、喔？哎、欸，玩投石机要签那个哦、喔，免责声明哦、喔。不能出事的时候去怪利恩哦，而且我已经提醒了你们，我说利恩不要害人哦。哦，星星真的是世界难画的东西。明明叫繁星，却不会画星星，笑死！狐狸腰，我呛到。说狐狸怎样？明星。没事吧？没事啊，确诊。没有啦，没事。口水呛我，他呛我，就跟西明一样。喝水？那请问，如果真的被水呛到，我还要喝水吗？我知道那个眼睛进了沙子或是那种异物的话，要咳嗽把它咳出来。感觉哎呀，感觉低一点。口水今天很呛是吧？对啊。
啊！哦，你叫来叫去，怎么一直叫来叫去啊？你今天戏份很多，繁星。变很小，所以是这样好了。星星，其他的要不要也这种特效？要。请问弓箭是啥小？我可以把弓箭换成魔杖吗？弓箭太细了啦。魔杖，还是改智障？话说投石车只能骗新手去玩，我那时候不是有在开台湾的时候吗？被喷出去，我整个大叫欸。可以改拐杖，哎呦，你好像很懂哦，你好像很呛哦。比较好了，太小看不到啊。酱棒棒糖，老棒棒糖，老棒棒糖，天哪、啊！你喜欢吃棒棒吗？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喜欢吃棒棒糖吗？我在说什么？我的天哪！啊！啊！啊！我太无意识的发车了吧？怎么了，男人？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天哪、啊！台里面都未成年呢，注意点好不好？男人，教主醒醒！什么醒醒啊？你醒醒的意思是怎样？聊天室没有未成年的吗？好，我醒来了，我醒来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醒来了。好的，我醒了。我就是好丑哦，不可以色色。没有啦，怎么有色色？是不小心的啦，油门吹了一。还是画这个好了。
哆啦 A 梦屁股大，大到裤子穿不下。来，就画这种，龙法杖。哆啦 A 梦屁股大，大到大到。打到屁股吧，打到裤子穿不下。幺幺未成年啊，对啊，我知道他未成年啊。对，我的台，你知道我的台有个标准，他是未成年不能观看的吗？我记得我有勾选说我的台是未成年不能观看的、喔，就跟退取一样啊。我其实退群那边有设定说是未成年不能观看，就还是有很多不乖的小朋友勾选了我已成年。哪个好看？相信聪明的你们应该要选这个吧，那个老棒棒糖。哪里好看啦、啊？对对，老棒棒糖。棒你个头啦！棒棒糖好看，你差点被皮皮虾咬，咬死你哦！咬死你哦、喔！然后我们今天在跑木图的时候，就看到乙夜月在后面。哦，对，我要讲一下、喔，给新人知道一下，就是木图最后一张有要开门的一个，在一个祭坛上面开门的一张图。那个图，那个图是开那个最后那个祭坛是开门的地方，但是门一打开之后，你进得去没错，但是。那张地图的龙会被放出来，所以今天乙夜月直接把门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旁边扒他，跟他讲说，这个先不要着急的开，你先确认一下地图上面有没有玩家，没有玩家的时候，等他一下，跟他讲说，就是一直扒啊扒，就是暗示说要开门了，然后就叫他赶快过来，然后乙夜月就直接把门打开了，还好那时候是门没有开啦。欸、跟各位讲一下，跟萌新们说一下，不要玩过头，结果把人家关在外面被害人家被咬。你有良心吧？你知道你以前多没良心吗？你说战场的部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都好看。木球纹路、玻璃球材质都很棒。你捡回来了，你被撞了。棒棒糖 VS 靠腰。不是啊，我觉得这个如果图变小不好看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抱着，就是缩到最小嘛，大概16 bit 会变成像这样子，好这样子的图嘛，那我们就是来看这个是，好拐杖不行，好那这个好，这个合格啊，录取，投票投个头啊，那几个人。62人投多少？投个头，传送我的回收。哎、欸，不要有事没事就一直传我啦。有时候我想说，刚好有时候可能是刚好要换图片的，换地图的时候，你们可能可以扫到我一瞬间。有时候不用每次都跑来传我啊。有时候玩就靠缘分，好不好？我可能在跑图的路上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我在跑，是别人在带着我跑。那如果别人带着我跑，你们就不要强求或奢求之类的，因为你看啊、喔，我可能肩膀会背一个，然后左手会拉一个人，右手也会拉一个人，我就跟家庭主妇一样，肩膀背小孩，左右手拿着塑胶袋，那个什么菜。可是你很常传，你刚好传的时候都没，我都没事啊。可
而且我又不担心你，你会自己跑图欸。在校生兔包，兔包加毕业帽，这也太难了吧，又高哦。兔包，其实兔包是一个图文作家欸，我那时候其实有加他好友，只是画的图可能就是怕他可能会不喜欢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把兔子画的跟包子很像，然后跟他的图其实，我想一下，我的兔包不是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那他的兔包是这样子，对，那其实我也没有要抄他啦，就是我就是喜欢画耳朵短短的兔子。我刚刚看你跟大一跑，就默默的去找克洛伊了。哎、欸。你知道那时候多白痴吗？我那时候想说啊，吉米来了，去打个招呼，啊，人又不见了，靠腰。我想说你是串了还是怎样？哦，因为那时候是在那个啦，我那时候是在弄 DC 的东西，然后就那时候刚好剩下那个哪里，云野后面还没跑，然后我就是挂着，然后他跑，然后再弄东西，然后那时候看到吉米来。早安，我其实想做一个零钱包欸，有没有厂商啊？找到类似的厂商吗？这个拿来做零钱包，就只是我的头这样子出来而已，只是画个表情，然后这样子就是一个商品了欸。不想买，我那时候一直想做这个做很久了。其实那时候我第一个商品就是想做零钱包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当我第三个购买 YT 的周边，第三个购买 YT 的周边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那你第一个是谁？你第一个是谁？好足偷偷抖呢，感谢 L 的 OD 的30块，我看呢，感谢米米的会员，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，可以私讯粉专哦。那个，你可以趁现在赶快去私讯哦，因为。今天小帮手刚好有空，可以拉人家，可以一起拉进群哦。然后什么毕业兔包，爵士帽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画什么学士帽？
难发挥耶、欸、靠腰我没画图层啊，要不要吃吉娃娃？电温阳有空哦、喔，我逼他。我刚想说，你不然你今天也顺便帮我把那个人一次拉一拉。他说好，等他吃完饭。他不只是吃完饭到几点？好吵，好吵！是这一面嘛，对不对？海边边嘞，不要遮住。啊，要求很多呢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对，来，请问我要摆哪边？我要摆哪边？请问，你厉害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好像很厉害呢，这样。还是戳穿帽子，你是不是太难了？我觉得可以嘞。哦，你说涂层摆后面，都安尼哦，晒啦，晒啦，然后。可以，这样吧，那个，如果刚有吃到广告，然后可能有延迟的，提醒一下哦。有人好像已经延迟了，大概有20秒以上哦。那个这边提醒一下，看了一下你们的时间轴有没有显示直播是显示红色的，不是灰色的啊。那请记得调回来哦。另一份图片。给他妈那边 Q 哦，出来。太阳月亮，大肠，太阳。延迟1小时不可能啊，你都知道我在讲了。
我开台一小时了吗？哎呦哎，好的，我延迟20秒，厉害吧？几乎每次都有延迟，没事啦，有吃到广告，通常都会延迟啊。又不是说你没吃广告也延迟，那这个我就没办法了。等一下想跑试炼吗？我可以晚一点，你可以带一下他们。好像以夜月也想跑吧？啊，还有幽花，你可以带一下幽花。那个啊，那个叫啥？试炼，火跟土的试炼。也太勤劳了啦，那就顺便啦、啊、因为他跑那个很快啊。咋办嘞？要缺角的吗？
我不能扛搓力，吓死我了！利恩送我爱心，哇，你这是抢劫哦！天哪，利恩，你加了一大堆兔窝，你这样每天，你有送谁爱心吗？哇，完蛋了，利恩是不是每天都要花钱去买那个买蜡烛？这样子好好普通哦。想说就是要有创意啊，他怎么创到后面又变回原本的构图？你没在 DC， 你今天应该可以了啦，不要紧张。哎，等一下，待遇你有没有传那个啊？你有没有传去你们那些没在 DC 的，有没有传那个在粉专的啊？阿星画的很不错，我跟你很熟嘛，一下叫我星星，一下叫阿星。没礼貌，好好讲话哦。
笑哦，我发了应该都没好友，什么好友？这月亮好可爱，可爱吧？你看他在干嘛吗？是他反过来有没有？啊，其实这是他的衣服。没有啦，我掰不出来。等一下，我在看。我是有看到一脸啊，有吗？我好像没看到类似。我好像没看到呆鱼。呆鱼，你确定你有船吗？你要确定哦。那个谁，佩佩跟呆鱼好像没看到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你们两个要去资讯 FB 粉专哦。好了，我们先挑一个好看的太阳。这样，我太阳是不是没有画到嘴巴？果然。哦，灵魂，哦，灵魂 ，PSD 档，那个，哎呦，感谢泡芙的会员。这个，哎咻，有船了哦，已读了哎，那不好意思，是我刚读的啦，我刚刚在一个一个确认，抱歉，你船了，那呆鱼有船吗？等，我跟繁星的试炼，我跟我的试炼车，我的试炼车是跟那个啦。跟那个边缘人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把 DC 图传一传。对，有时候已读是我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在确认有谁在传那个。嗯，因为有些什么，有人是在直接跑到 FB 找我，可是很多是广告讯息什么的，我也很懒得回。开启啊！不化暂存。2022年 DC 群开启。好，首先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。图像影像尺寸64，我干，好小，好小，好小。然后嘞，直接储存为 PNG 月，直接储存为 PNG， 直接转存为 PNG。海林安安。我没边缘人，还有过不去现在试炼的车，所以我跟你的哦，好啊，我们第二车，领身为 PNG， 依然罗东，这样子，领存，
不是啊，我想到狼牙棒也太凶了吧。PNG。然后其实还可以新增那个有日麻纠团的嘛，然后那个也可以新增上去。现在光遇不是没有馒头了？现在吗？有啊，馒头快出了呢，35分啊，都等不到。他是那个，他是13579111基数点的那个基数小时的。35到45分，狼牙棒你常常拿，为什么啊？呼麻，对对对对对，其实也可以上传呼麻的贴图，只是先把那个弄一弄，伺服器设定，身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还给个丢。小秘书的选择图片，浏览图片，它总是我的照片，图画暂存，2022年，秘书的储存，等一下哦，再是。法务处选择图片，浏览图片，法务处是狼牙棒，存，哦，是啥？觉悟处图片，觉悟。存觉悟处分处就是哪里啊？觉悟处啊？等一下，觉悟处分处，觉悟哦这里，浏览分处是这里，然后嘞，客座教授就是哪里？教授 VIP VIP 哦，这个选择图片，浏览图片，星星储存，然后嘞，生活辅导，谁呀？选择图片。生活导师，欸，他可以直接用贴图欸，在校生，在校 YT 会员，在校 YT 会员，在校生，选择图片，哦，你们有继续续的话是兔包，没有继续续的话是那个就是戴毕业礼帽的啊，你们毕业了啊，再来啊，我少画一个太阳月亮，早自习又在哪里？早自习太阳啊，我要画地球，早自习太阳。晚自习月亮，好了，你们可以在 DC 打个字了。哦哦哦，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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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哦哦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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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江津的兔崽子，这样应该是董事会吧？这个慢慢加好不好？这个加太多我会有点。一只喵喵小雪花，感谢赞助大佬。哦，哎，这个图我没画到啦，是要画地球。国际学院哦，那个我们再画一下吧，少了一个地球。地球。啊。然后主要也是感谢那个谁，你们有赞助那个啊，优一嘛、朗月、番茄、巫医还有火鼠，有帮伺服器加成啊，还会想说来弄那个布窝的 DC， 不然就会一直摆着没有去理他。那地球就这么简单，有没有啊？一二三，地球真简单。哆瑞咪嗦，啊，就这样子，这是一个没有被污染过的地球，另存，另存清档。还有个好消息是我自己的话我可以自己弄啊，等一下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 ，YT 又没有通知了，差点错过，早上没有跟到直播。被梅基台风影响不止直播，连光遇都不能进去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再加四只脚，什么意思？几个意思？灵魂啊、哦，不是，影像尺寸64，然后 DNG 地球。然后横幅哦，横幅现在画有点来不及，伺服器设定身份，啊，这又是什么身份组？国际学校是 GU 什么鬼的？哦，找到了。谁呀、啊？怎么那么少？哦、，HTT， 他们国际学校，频道设定，成分，国际学校编辑，格图片，不存。江津兔子，你们是要看金色兔包嘿哦，还是我改个
改个那个啊，布包这个。金色是不笑死！馒头掉到桌子中下面什么东西？哦，对啊，会啊，现在都这样子啊。哦，白痴哦，等一下哦。我竟然没有先用那个布包。复原大法，好了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嘿，黄金开口笑，黄金包存，档案另存新档。看看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谁，有江津的帮我打个字哦。哎，看到吗？还没啦，还没啦，我还没存啦，急屁呀！影像尺寸64，然后建立 PNG， 黄金兔包身份，等一下哦，江津兔窝，选择图片，浏览图片，好了，那个打字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你比较特别、欸，有了。好，幺幺晚安。然后，看一下账号设定，不是我的账号了，还是哦，字体设定，身份 ，pose， 然后。选择图片表情贴图，哎、欸、不，我的不能是啊，没有 GIF 啊，哦，他不能用 GIF， 我不能把补补在那边摇的，不能，哎呀，意思真笨。那我可以放那个哎、欸，那好多贴图可以用。无存更变。
黄金家还热吗？没有，现在很冷。哎、欸，没有到冷啊，现在二十七度吧。海胆跟馒头的时间重叠了没有啊？海胆是五分到十五分，馒头是三十五分到四十五分，分开的，分开的，分开的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换游戏了。之后啦，之后那个横幅跟贴图再慢慢增新增一些上去，而且。这可以时不时换啊，所以你想要血色扳手，拜托你要帮我画吗？不是，除非你要特别拉一个身份组出来，没有，你要特别拉一个身份组出来，不然你们其实就是扳手都是大家都是同一个，不然就是把剑换成血色扳手啊，你懂意思吗？今天你要的话，就是你额外拉一个身份组出来，不然就是你的身份组叫血色扳手啊。你帮我画，你就帮我开。那你等我关台好不好？你等我关台好不好，女人？我现在已经画了快两小时，我肩膀很酸，很酸，很酸。好好爽爽，好的，我们回到了光玉的世界啊啊！等你多久都愿意，哎呦，那下辈子再画给你啊。我以为他那个可以改成动图。如果动图的话，我就全部改成那个布布在摇那个荧光棒。啊，我要把这个啦，这个领带改掉。你看领带歪一边，不知道什么鬼东西，领带怎么歪一边？头死头死。领带歪一边，领带歪一边。蝴蝶结，对啊，歪歪的哎，那就不要了。你看，它有狐狸，有兔子，要主要抽身高吗？我不要，兔子面具没复刻，我都不抽，好吗？兔子面具还没有复刻，我就不抽。你帮我画台电脑，谢谢。干，晚点，玩游戏了。你快帮我拉人。给呆鱼，赶快去哦！现在秘书有空了，正在。我们可以组动物方程式，哇，那你应该很高啊！我在跑图欸，明天晚上陪我打打什么？哦 ，DC 要不要画魔物跟光遇的相关图？你给我钱啊！要画什么相关图啦？魔物不多人玩欸，其实魔物不多 ，DC 不多人玩，光遇还比魔物多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变高了，有。你湿了，好，你乖，你要乖哦。好了，我要开始送火了。三点就开用的东西，拖到现在才用。看我们棒。克洛伊变这样了。发了，好，
欸，他这次竟然没有刻到毕业，平时他都是会刻毕业的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页。你有兔子呢？什么东西兔子？我才想说幽灵都没上线了，要不要把它往后拉了？摩卡，欸，他也毕业了啦，笑死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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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看一下摩卡的面具，他也毕业了啦。我们昨天晚上就在那边聊，好啦，毕业了啦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毕业了啦。连任务去木土有点怕，今天还好啦，今天任务不会到四龙图里面，你就沿着边边走就好了。今天只是去找萤火而已，萤火不会太远。最近要考试玩不了，嗨，没事啦。如果真的要移除的话，鸽子早就被我移到后面去了，他现在没有上了啊。鸽子没有在玩，就这个啊，汤包，然后月光，有关系的我其实都会摆一起啊。欸，等一下，螃蟹有玩欸，鸽子咧？哦，鸽子确定没有了。螃蟹有上，你也来毕业一下了，钱太多哦，你把早餐钱还人家哦。哇，摩卡毕业了。阿诺西敏，发黑名单。我叫阿敏，不要叫西敏。鸽子最近好像没有考试，好像很忙。没有，我就说你们这几个，我不会把你们往后拉啦。再怎么样也不会把你们就是解除掉自由关系啊。要解除也是开始从兔窝这边开始解除，有没有？开始杀咯。因为我的自由栏已经超过了。已经，他刚刚说你不能拥有更多自由了哦。哇，好吧。这是你第一次厨子，恭喜，恭喜你的第一次献给了光宇。哇，我几乎每个都点欸，天啊，就这个裤子，就这件衣服，当时是我刚好玩这款游戏时候刚好复刻的。我把小画家们放在一起，我也是啊，就是一群小画家放一起啊，那群又刚好又是一起玩的啊。好多要点哦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我之前本来点五分钟就好了，感觉现在要点个八分钟、九分钟了。透过宝宝一了，对啊，就刚好啊。我那时候是跟优花同时玩的，可是那时候好像是刚跑完试炼吧，然后我就好像没有什么辣，所以没有解锁到宝宝的衣服，好可惜哦。原来我没给心啊，有啊，你有给啊。等一下，猫茶，猫茶说要护，车说要护，
然后银优格，欸，如果你们送我火我没有回到，那一定是被吃掉，哦，我怎么可能是 不回人家火的人。对，所以如果哪天看到我没有回火的话，啊，有 99% 的机会是星盘吃掉了你们。啊，对，记得不用还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意了，好吗？我都知道。然后每天都看到啊，繁星不用还，我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感谢你的donate。别在旁边点头，我等一下送完之后回去看，我会生气哦。我现在就看哪个低能在旁边点头。好狐狸，在干嘛？冲啥小？不是应该用这个表情吗？等一下哦，吃鱼，等一下哦，不是应该要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说隔壁在干嘛？你看，就是总是能让人找到一些乐子，乐子就是自己找的啊，所以才会觉得说你们赶快去交一些朋友，然后彼此这样子互玩，对，不要社恐，没那么可怕。他也氪到毕业了，他也是玩光遇玩很久的，然后他玩不止光遇啊，最近他玩雀魂，你看到他就是很多陆续角色都结婚了。然后我说哇，你不是才最近刚玩吗？兔子。哇，哎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然后这个鹿精他真是很可爱啦，每次也都在那边送我爱心。好了，嗨，你好。看一下哦，这个金火重置好麻烦，可是他点的至少比旧的还要快很多哎。我那时候旧的那时候在点的时候很久欸，有时候还不小心点到开出这个道具栏，全部重置，也不是全部重置，是我讲一下好了，后面这几页都是最近刚加的，所以其实就是等于是朋友刷新了一轮，然后这些其实都有在上，还有在上线了，应该说这三天。然后这些东西几乎来吧，这些好友都是这三天加的，所以都有在互相送火。所以不像旧的，我那时候大概五分钟就全部点完了，可是点不到全部的人啊，有一些人都已经没玩。大族是不是有上线？很久没玩，有啊。
欸，也不是说没有上限啊，就是你玩20根蜡烛之后，你后面的蜡烛会变灰色，然后你拿到的烛火会变得非常非常低，所以通常灰色的时候就没人要跑图了。来，我去找找找了。我去找一下边缘人，就在你身边啊！你在我身边，你是谁？你在哪里？边缘人在哪？啊，干是你哦！你这只鱼过来，不要走。走，我们去，我们去。那个谁，幽花跑完了吗？火试炼。他不就刚被烤的哦，没有注意哦，他就很边缘哦，我怎么会注意到他的名字？不能多跑了，就是你多跑会吃的特别辛苦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还要呆个呆鱼，你在走图，你走去哪里？还有谁？那个呆鱼的话，这边应该是进不来啦，所以等一下去那个哪里？等等到那个什么试炼的门口，他在传我们。哪有啊？那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哎呀，算了，那我们先去好了。那个什么什么披风更像，好不好？那个，那个叫啥？那个叫啥？正太的那个粉红色披风啊，跟那个猪虫的披风。走走走走走 ，Go Go Go！ 啊，你们满了可以去，没有满啦。你们没有要跑的，请不要传我了，谢谢。让我们自己这边先跑。你想过去但过不去，在国服。不是啊，你不是国际服也有账号。那个谁，呆鱼你可以飞了。这大概这几个就是兔窝的原本都在玩的，这三个人是兔窝原本就在玩的了。外太好像没有披风，有吧？粉红色的不是吗？我那时候一起买的，哎，它就是很像培，不是培根啊，火腿。外太没有，那个像火腿的披风是谁的啊？那是正太。啊，刚不是说正太吗？啊，外太又是谁？你说斜刘海那叫外太是不是？粉红色是正太，对啊，我刚是说正太啊。啊，你们是说什么？红主记那个，对啊，就是今天那个头。头被我当馒头在烧的那个人不是吗？那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了。可以说一下上限是几个吗？哎，我们继续走啊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他说到了那个试炼门口再飞我们。难怪你难得催我。对啊。蹲太多了，而且有的，正太和歪头有差别，不是不是。今天真的是我刚好解锁到一个小黑，然后把它照亮之后，我想说
奇怪，那边怎么有一个特别高、特别歪的那个？因为他背对我，特别高、特别歪的那个馒头没烧到，我就靠过去的时候，他突然跳一下，我说靠腰，为什么那个馒头会动？哎、欸，我也是借叫邪太，难怪那时候想说歪太是谁。Hello， 歪太，哎、欸，带鱼来了，带鱼来过来。嗯，干，谁在那边点头？狐狸是不是你？你可以牵谁？等一下，我牵一下他。你们背背，你们两个背起来。你们看谁要背，反正我会背到他，你们自己敲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背佩佩是不是？好的哦，好的哦，好的哦。来，佩佩来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利恩，不是你。等一下，边缘人我牵不到手。好吧，我们上面聊。先哪一个？先土的吗？打喷嚏，打喷嚏。哎呦，好痛！看到没有，我们的温阳出现了，整合的就是他。刚来的都晚上好，嗨，安安。嗯。刚放学，辛苦了。哦，一早痛。我来试一下，人太多了。今天开放今日聊天室审核，歪楼请至粉专领取审核密语哦。拜哦，今天人他说人太多了，我就我跟他说嘛，那个帮我再审核一下，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玩光遇之后啊，然后就是人爆量就突然又暴增很多。前阵子是因为玩日麻啦，那时候加了一大堆，然后最近是因为玩光遇之后又多了一大堆，跑太快了吧，怎么记啊，真的要拉回放看欸。这个是不是 YT 搜寻什么我试练速通就好了。
啊，等一下佩佩跟黛玉会断手哦。抖个内，感谢抖内，感谢紫衣雪夜的抖内，怎么是61块这个奇怪的数字？刚刚写的鼠尾坏掉了，好可爱，一堆小萝卜。对啊，但西敏他们应该是真的很想要赶快换海面呐、啊，可是忍住，相信我，与其后悔没买到，不如忍一下，好吗？真的不要后悔买不到那个复刻的东西。幼稚园、幼儿园，矮人也能跑这么厉害？对啊，所以我就说你要看要不要来学一下，很强哎、欸。但是设备。卡一卡到墙一直以来都如此飞，就现在没办法了，不是吗？再忍18天就好。为什么是18天？不是再忍2天吗？冲啊，小不点们冲啊！还会拉大，不是，冲啊，小不点们！哈哈，哇，这画面真的好可爱。你扔了18个星哦，懂了哦，感谢你耶，利恩。哦，好了，因为你扔了2天了嘛，好，我懂了嘛，我懂了嘛。好，我先不理你们，我们去吐司店吧，我们先过去。这两个，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。哎、欸，边缘人，你是不是要回去换面具啊？可是你矮面也可以飞，不是飞啦，也可以跑。哦，不用哦，可以哦，那我要挑战看看。对不起，我点不到，你们可以先点吗？你们可以先坐下吗？我做不到，我一定玩那个抢椅子游戏会输的那个人。被跑了，这群人他们先跑走了，但我一定摔下去了，果然，冲啊！大量收爱心了，好吧。不要点火哦，不要点火哦。
然后边缘人跳哪边？不要点火。还是没差、啊。是没差，没差的话就算了、啊。利恩啊，利恩按到的，这是按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跳的啊？狂按空白键吗？要跳的时候往后滑一下。欸、道理跟遁地差不多，太难了吧？骗我！你这很像让我想到我玩人类一败涂地耶，然后大家抢着要跳。犯罪角胶，啊！手机 Switch 都可以啊，我现在 Switch 嘛，那他们是，哎，他们是手机啊。请问你是猴子吗？怎么了吗？这很难跳，你给我来玩，你给我下载。晚上好，我们在玩人类一败涂地。拜拜。不要突然牵手，有可恶！菲菲睡着了。像人类一败涂地就很像啊，大家轮流要跳一跳，是吧？哦，你这头鱼不得了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？为什么你凭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难度高，难度捷径。你说跳的时候按后、喔，可是你这样就难了呢。拉到。到边缘拉腿，确定不会掉下去，然后下跳四脚瞬间向左看。
这样子，然后嘞，骗我，拉，向下跳四角锥，不行啊 ，switch 没办法 ，switch 好难哦。等一下哦。稍微往外拨一下，请问你的往外拨是哪里？阿大，阿大，记录点方向，什么叫记录点方向？啊，我会了啦，我就直接。画面朝下面就好了啊，那这边咧也是这样子吗？我直接向后看跳就好了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好喂，世界冠军，明天再来挑战一次。小朋友的好酷训练没有，长大成人礼。跑酷训练班，哦哦哦，你点火了是不是？怎么这样？得剩4%。我再试一次，看起来真的超简单。你是说我吗？嗨，亲爱的们，这游戏好难玩。哎呀，对不对？明明可以开开心心玩的游戏，非要玩的跟高难度一样。啊啊啊啊！嗨，阿兵又阿兵又。长大成人礼不是去六龙吗？那我不要长大了，我这辈子都不长大了。啊！我又不会了，这游戏怎么难？行，利恩，你有没有截取盒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我一定要看你，看你分享画面，看你怎么跳。脑袋会了，我手不会，没有，我眼睛跟上了，我身体都跟着扭了，但是我就是过不去。我现在还不会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是指六龙吗？还是指这个？欸、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还行吗？真的不能的话要说，我先去牵他的手，然后你们先回去，我在这边练一下。
用存档点垫脚二连跳。什么叫二连跳？你说这边哦？刚刚还在跑图，没有，刚有过啦，只是回来再练一下。这边怎么跳？打开！为什么你刚原地可以这样子跳？我怎么就跳下去了？人家怎么说？稍微往外拨拉回来。可是我刚刚是这样欸，你们说看这个方向吗？不行，抓不到那个点。他感觉就跟这个一样啊。哎呦！各位再见。他太残忍了吧，直接把我送来这边。哦，我的天。他跟我讲什么？你过关了，不要再回去找他们了。你过关了，不要再回去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再跑。我还想跑啊，教练。盖给我上去哦！嗨，不跑的可以去请边缘人帮忙带哦，我只想要再练一下而已，这很酷欸，都练会了可以带妹子跑图欸。啊，我只是传送点。好，武士练我们之前用大门旁边升起那个书筒，我们知道啊，只是他这个方法更屌欸，他其实跑土司练这边，他两分钟就结束了，哎，不需要靠人，哎，他现在又改掉了、啊。哇！哈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阿奇晚安。上不去。之前也是一个人开门嘛，另外一个人从窗户跳啊。他这个方法是一个人就可以自己跑了、欸。等一下，这不是你家、啊？我感觉你根本不会掉在地上啊！你怎么跳都会过哎、欸。求带好卡，那个边缘人，你带一下一星去终点吧。你要带妹子就有两个人啊，不是啊？但我要跟妹子解锁那个哎、欸，传送什么之类的呢，很贵耶、欸。
我要把这面墙推倒。亲手带他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带啊。展现我的财力，我没有红蜡啊，接受飞行要红蜡呢，小姐。不是，为什么牵手要解锁那么多东西？哎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，再费事。你看，咻咻两下就好了，哎。利恩示范，你看，没办法、啊。为什么会叫白痴哦？我跳跟叫按反的白痴。我要被自己笑死了。瞬移还好，我瞬移以前还好。对啊，瞬移以前就便宜啊。但瞬移我出不起欸。哎，面比较难跑。不是啦，我们现在就在挑战啊。你看人家戴海面可以轻轻松松跳上去。啊，为什么戴海面就变得这么智障？他们说越高这边越重越难跳，也比较也没有说比较好跳啊。啊，可是我之前确实用一号身高就是跳得很开心啊。干嘛牵我？不是你当记录点，可是我也是牵不到你啊。等了一批，还有一批没回应，先暂停洗澡。好的。我大概也跳不过去。我刚刚到底怎么跳过去的、啊？还以为抓到角度了嘞。我刚刚就是背对啊，大概这个位置吧。然后这样就过去了。喂！我要被自己笑死了，白痴哦！我到底在吼什么啦？哦，哦，繁星在叫什么？繁星。好像对这个位置吧，那再试试。啊！我跳，跳不上去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啦，就是没有叫出来。有啦，我刚刚都有在叫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刚刚没有叫，我是跳上去才叫的啊，好吗？我没那么厉害。哎呦！死掉比较快，可是我死掉会回到前面呢，会回到终点前呢。你猜对了，就是那个 OD， 什么 OD？ 感觉先往前跳到前面最低的地方，再按一次跳。不是哎，很难呢。天哪，也太刚好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讲欧弟的坏话吗？怎么了？快跟我说！哦！跳！我跳不起来，为什么？
你们认识欧弟哦？不认识，但好像是佩佩的朋友。L D， 你认识他们哦、喔？世界那么小的哦、喔。好的，我要出门打包宵夜了，各位晚安，好，拜拜。那个点就只有在这边啊，就是要，就是我兔子那个头顶那个兔子的位置啊，要跳到这边就滑上去了、啊。可是是哪里哪个点我就不知道了、啊。你等等去试试好了，好啊。还是真的是矮人面具太难跳了、啊。佩佩在 DC 上认识的，哎、欸，佩佩。有没有看到同一个啦？然后你们那边看看说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白宇，哎、欸，我猜对了，就是那个欧弟。你们这讲话真的是很好笑哎、欸。奇怪，那边在玩高空弹跳，怎么叫成那样子啊？然后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的，有诀窍了吗，利恩？然后说跳出去拉回来，好哟，跳。没有办法拉，怎么拉、啊？这样子我以后都 不敢来这边跳了，怎么办？好废哦我。哎，你再跳一次我看。你再不小心一点啊，我都在看哦。有600,000的观众在看你哦、喔，哎，太扯了吧！再一次，我不信，下去，你怎么飘的？你是说碰到墙壁瞬间按后吗？就是往左边跳的时候马上按，不，往右边跳的时候马上按左边吗？哎，干你好扯，怎么可能？你脚上有钉子哦、喔。所以不应该要贴墙吗？可能鲤鱼王比较会讲，干讲认真的哦，快啦，快教一下啦，那不行了，我在那边耗太多时间在学了。那如果回去换鲤鱼王没有会跳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
你就完蛋了。太贴墙会跳不高。哦，好像没这回事哎、欸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、喔，好像没有这回事哎、欸，我看看啊，可能手机吧，对啊，就是，因为为了实况品质，我才用 Switch 在玩啊。今天下午在跑图，还是私下在跑图，我也都开始习惯用 Switch。你知道那时候改用手机，我们一直抱怨哦，好顺好顺好爽哦。跳出去的瞬间，面对墙壁连跳啊，那很难呢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另外一条路，什么路？白痴哦、喔，这些字怎么全部卡在一起啊？什么路啊？完全不开完的那靠腰，都走到底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大鱼佩佩，你们有看到那个吗？那个 DC 的邀请通知了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应该有传送一些资料给你们了。不用走啦，真的要过关的话，直接背背过去了啦。我要等边缘过来，看一下怎么滑。不是啊，你明明就有贴墙啊！干，你想骗我？这只女王拖出去杀了啦，她有鬼啊！嗯，好，这才是正常的嘛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跳得上来啊？这骗子啊！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跳的了。哎，我好想试试看哦。哦，到底为什么啊？一二咻的上去又滑上去，你看这个鱼啊下去了，嗯，跑这个你会崩溃，没有啦，这个正常跑当然不是这样跑啊。请把那只鱼给我拖出去杀了！
好啦，不跑了，不跑了，跑太久了，我们出发吧，来边缘人带路，来边缘人牵手。欸，我不用啊，白痴哦，哇，你们两个传我啦，那个我的点在终点。啊，好累哦！天哪，这什么恐怖游戏呀？下次试试看长高来跳好了。你是说刚刚在滚吗？冰，你有成功吗？想听你的心得。这害我想用手机自己试下哦。那我们回去咯。感谢边缘人，让我知道我还是当个称职的充电宝比较好。这游戏太残酷了。这谁在玩欧弟？嗨，欧弟！太难玩了，好难玩！欸，他是要护的吗？我忘记了。欸，小刺猬在吗？你是要护新的还是赠送的？些人上线了，不上线啊，显示出来了。干嘛？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不要哎，复刻快到了，你还没解锁东西。好了，有点强了。那个谁，这是直接刻到毕业了。对，是为他说是送的。他有打字吗？我不行，我现在好强哦，完了，我是快睡着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晋格大辣还没有跑，刚我狼狈跑晋格，阿伟跑哎、欸，刚我狼狈跑，被照，阿伟照哎、欸。嗯，为什么？想赠送？重要吗？重要啊，当然重要啊。啊你嘞？你是要赠？你要是护还是要赠？你碰啥？嗯。我明明记得你前天说这次不会直接课毕业的啊，就太香了嘛，没办法、啊。看看这颗头，你知道我怎么说服自己的吗？我就说，我之前染发剪发也是3000多块钱，因为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最后还是变成这个样子，就买下去了。你刚刚上去，虽然也不知道怎么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很莫名其妙吧？我跳20次上去4次、欸，好没有，我刚刚总共上去4次还5次。雨林上线，你这样说服自己的方法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，你看我染发、烫发、剪发，维持不到一个月，那我买这个发型4000块，你看，而且。我不只买了这个发型嘛，我还买了其他发型，哎、欸，剪了这个头发，然后送了很多衣服跟发型、面具、乐器什么的。突然想想，那这4000块好像花得很值得哎、欸。你看，我这个维持不止一个月嘛，它可以维持一辈子哎、欸，而且又看得很开心。这就是自己没有衣服穿，可是关子就打扮，就是打扮游戏啊。当时本来是把她就是当女儿在打扮这样子，可是现在觉得哦，这只好香。我觉得还是算了，要考试了。什么东西？你说氪金这部分吗？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哦。对啊，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自己说服的。自己都信了嘞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要做直销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回去做了。当时我真的口才不是很好，但是现在觉得我自己口才好像很强耶。欸，我想说我们来学学我今天那个最近在弄。感谢新会员 Serena， 感谢 Serena 的，哎呦，等一下哦，会员，啊，等一下哦，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，可以私讯繁星的兔窝粉专，连小帮手应该还没睡啦，所以。应该来得及，马上审核，马上进去。想停一阵子，考完再继续，没关系啊，学业优先。我一直都是叫你们好好念书，学业优先，好吗？不然就跟我一样，玩个光遇，遇到俄罗斯人，还不会讲话，去帮他开门，你要去哪里啦？人家已经人家一个了，你不要那么恶劣啦！干，你这人真的很……我会生气哦，我会生气哦，不要当坏人哦。不要那么坏嘛，人家就已经一个人了，你还3个人一起蹲进去，
你这真的是很过分哦、喔。怎样啊？我本来也在犹豫要不要直接课毕业，现在觉得可以课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加入？这是个直销啊，对不对？直销龙头。冰雨，你太坏了吧？就在他面前。他应该很开开心心哦，刚好来三个人，那你突然想要蹲下去，就跟我当时一样好吗？我就守在四人门，然后跟隔壁一个人很开心，对面来了三个，结果咧，他就在我面前直接蹲下去，看到 ID 从下面滑过去，我就跟隔壁那边傻眼，然后就是互相扒扒到就我就按挥手的图。我就按挥手的图挥下去了，然后就想说啊，算了、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就搭啦而已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那时候觉得难过，以为是木土，没想到镜格比木土更难过。就像《魔物猎人》的电影，有没有？人是不可能凭空无期消失的，没有，他就消失在我眼前了。你竟然遇到以前跟你玩的人，好感动，谁？嗨，流星安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、欸，有时候你不用一直在那个，你一直私讯粉专的话，我反而会看不到。如果你在我直播的时候遇到我，你在那个直播台上跟我聊就好了。我怎么一直点不到、啊？对，这个跑完我就要休息了啊！对对对对对，今天下午不是有人说要加吗？那些人还在吗？还是有新观众要加？那就是要跑图守则嘛。如果今天我在跟别人跑图，又可能没办法打声到招呼啊，也不用强迫自己跟上来，不是强迫啊，就是不用硬跟上来，除非你是刚好跑同一张图，对。我没办法招呼到每个人，好吗？我就一个人啊，两只手，一个机子，我没办法有小号陪玩还是什么的。你要睡了，好，晚安，豆子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就是来打个招呼。那有时候可能是别人带的话，你打招呼的瞬间，我可能又换图。啊，也不要太难过或什么的，好吗？我这两天真的是回到以前跑图跑满的日子哎，以前跟幽花都跑，哎，幽花雨林都跑到。蜡已经都灰掉了，啊，雨林后面就比较佛系了，就尽量拿到18、19跟蜡，就休息。你现在很拼，你现在灰蜡，你现在灰蜡还会继续跑吗？直接灰了哦。
对啊，我今天你在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说正进格差不多了，就想说进格也差不多。哎，新墨的大辣就是在入口处的那个花园前面，就那边而已吧。玫瑰花园隔壁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好像听听。小王子，小王子啥？小王子花园旁边而已，好。我想一下哦，还有说什么风的通道外面一个，就他就直接走了，哇，好难过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哎，呆鱼去哪里了？他去睡了吗？你在啊？不是我说游戏啦，靠腰。我想说刚刚土结束之后你就不见了。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繁星你在干什么？繁星不要闹！繁星住手！正常一点。笑屁呀！Switch真的很难控哦，它是你的中心准心点，真的要碰得很接近中间啊，旁边不能有任何可以互动的东西，就常常会有玩家在旁边一直点头什么鬼东西的，然后常常会点到他们。我跑去看赖群的东西了哦，里面有 DC 群。哎、欸，那你们再去 DC 看 DC 去的时候，记得在后那个 ID 后面，然后打上那个验证时所送上的那个你们的名牌，欸、那个是每人一个的名牌。现在 Twitch 跟 FB 已经是绝版的名牌了啦，就跟那个白鸟头一样，不会再复刻了啊。FB 是绝对不会复刻啦。那退取的话，我再想想吧，因为退取那边会有赠送会员这个东西，怕说赠送到一些根本就无关紧要的路人，然后会把 DC 群给 DC 赖群给搞坏，耶、yeah。请和我，对那个温阳，那个 Serena 是刚刚加的。我跟克洛伊去跑海胆，好，我去介入你们。哎，那我要带这个过去。我去找克洛伊他们。恭喜。话说现在又有蜡像馆的难度。又蜡像馆难度有关，又更高了。去老了，去蜡像馆的难度又更高了。怎样？我要去当防疫小尖兵。欸，有蜡。欸，狐狸，这是给我的对不对？克洛伊，克洛伊。克洛伊，克洛伊，他、啊、怎么才在这边？
是西敏的手，是西敏的手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抢劫，绑架，放开。好了，消毒完毕，我消毒完了，谢谢。FB 订阅的钱你有拿到吗？会，那个之前有陆续有时候会给一笔几百块钱啊。哎呀，有时候会到一千多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想制造浪漫的氛围了吗？有一首歌叫《制造浪漫》欸，郑中基唱的。没有，没有要唱。我等一下改新名的 ID 了。过敏源。怎么？为什么？有啊，其实很会飞了啊。其实新手只要知道海胆跟馒头的点就够了啊。做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。甜蜜的第三就反复来纠缠。哦，克洛伊，你看这个东西。感谢萤火虫的新会员，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，可以私讯环星的兔窝粉钻哦。小扳手应该还没有去睡哦，应该还是来得及哦。啊！话说繁星有黑蜡过吗？什么叫黑蜡？什么叫做黑蜡？你是说灰吧？啊，现在不就是黑了吗？是还有更高阶的。阿富是不是会自动加好友的地址？看我们有爱心哦，我帮他消毒了。看我要把他拉黑，看到没有？拉黑名单，西敏，他叫什么名字嘞？你要想一下，西敏口口，哈哈，西敏口口，啊啊啊啊，完了。你下你教主有试过一个东西吗？什么东西？
该不会和我和我是通关密语吧？是什么？把人背在背上，然后随便解一个结垫。哦，那个不是会原地转圈圈吗？是吗？是这个东西吗？要。牵手啦，去哪里啦？牵手，等一下，我听哥哥啦，快点啦，做表情符号啦。哦，不要乱跑哦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？你牵不了吗？我不会带你去卖掉啦哦。那个是我一次无意间发现的，就那时候我们在背了大概叠罗汉背到三层高吧。树屋金人拿了吗？拿了拿了。你是不是很怕我把你抓去卖掉啊？等一下，你是默剧演员吗？克洛伊，跟我手。你当了吗？哦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克洛伊会这样？你怎么了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你看克洛伊，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克洛伊呢？在这里啊！直播延迟很多，没有想说你一直不想牵我手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觉得我很脏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脏？一个人过我好累，对啊，那时候店员就说两个人比较快。我怕妨碍你烧海胆。谁？你说你本人吗？好啦，克洛伊交给你喽。哦，你这一批的辣，这一批的海胆都很肥哦，都是肥肥海胆哦。肥滋滋海胆。欸、其实你现在有八亿的话，其实我是说翅膀那个亿啦，比我当时还要多了欸。我当时玩第一天好像才六亿而已吧，全减满好像也才七而已。你看现在你们来玩的时候，金人已经几个人啊？重组技，然后嘞。重组小王子飞行深渊加现在这个季节的金人，
他四就八亿了哦，坏了啦！你还有哪边没有捡到啊？应该就是剩先祖的节点了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克洛伊是不是还没有那个？克洛伊是不是还没有那个献祭过？想说这个六或日，就是请人带你去那个献祭的门口。你看我两天献那两次献祭，应该知道在干嘛吧？对，然后就是你就经过石像，然后点一下石像，应该叫西敏再陪你一次。哎，西敏，你这一周的献祭过了吗？这礼拜的，你献祭过了吗？不是前天礼拜日吗？更新完，更新之后你有就再去跑了。想说你就陪，你这礼拜又献祭过了，你还那利恩还没跑、哦？昨天不是跟你说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印象。哎，顺带一提，请说。正岛已经有海龟了哦，我知道啊，不是50分还55分吗？你们传那个小妞吧，那个小妞不是说在带番茄？不然是几点几分？一直都在，真的吗？那怎么上次没看到？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、欸，但是你还有一杯给我打出去了。啊啊啊啊啊！不然那就是那个就是克洛伊去找利恩吧，因为你翅膀要变多，就是要先去献祭，然后用献祭的蜡烛去换更多翅膀。对。好吗？我想说，走时间还没到，海龟在那边游。你是说在对面那边吗？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。啊，算了，现在不想看了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走吧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家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咯。好了，我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剩下的图，温阳说还要再画电脑跟小鱼的扳手。这个明天再画，我现在想睡觉了。等、欸、下、啊、如果看到我在线上，应该也没有干嘛，在整理东西吧。小丑是哪一套披风啊？这个吧，是不是？小丑，这样子吗？还有衣服，辛苦了。有今天其实有一点点，好啦，就休息咯。这一套吗？是不是这一套？什么星星？他在叫我啦。
好啦，你们不是要传那个吗？传小妞，去吧去吧，晚安喽。那记得，哎、欸，上线了，嗨，下班晚安，好，文阳晚安晚安。哇，嗯，不是要传小妞吗？啊，我要跑一下地方，你要啊，我带你们去。等一下，今天十啊，应该是明天、后天啊，见上最后一个，我、哦、报最后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好啦，你们两个好好去玩吧。啊，我想到，我想到，等，我顺便再去带你们去吃一个辣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那个克洛伊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看那个谁要不要？那个呆鱼，他跑掉了，跑掉了。来，克洛伊牵手。不是啦，牵我手啦，不是。哦，好好好好，走，我们去办公室。可恶，西米没有被撞门，可恶，可恶。我突然想到说，还有免费的蜡可以拿，带他们去拿。刚刚 DC 用好久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值得值得，好吗？大家庭欢迎你们。没有飞人，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手拿火把，不然我要靠超级近才能点。用到我觉得自己都是文盲了，辛苦了辛苦。等下把金明赶在那门外有没有？拿火拿火！然后这边呢、啊，这个披风，你打开右上角的这里。这个披风在这边才买得到，哎，蓝色的那个披风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你去哪？去哪里？我、哦、要点 NPC 才能买哦。哦，对不起，是吗？我总记得只要在这边按购物车就好了。哦，是哦，我、哦、才会出现在商店里哦。哦，这个，我们来聊一下。等一下，你买了？等一下，刚刚是谁？啊，反正就是你要来这边的时候，你要穿这个披风，你才进得来。哎、欸，你是我，你脑波怎么那么弱啊？啊，反正就是如果你后面要带西敏进来，或是其他的人进来的话，你就要先去更衣间换这个披风，然后再走刚刚那个暗门，
它就是在墙壁啦，然后就是你找不到的话，你蹭一蹭，你蹭一蹭就可以蹭进来了。对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免费的大炮可以玩，这里这个。来，你们玩哦，就只能玩一次啊，玩第二次就要花百蜡了，所以玩一次就好。哎，他怎么不会消？我又坏掉了吧？哎，又坏掉了哦，我玩不到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坏掉了。那克洛伊牵手，克洛伊来。那多少钱啊？990，台币990。那个，我教你哦。然后出去的话，就是走原本的大门，好像有20多美金的吧？啊，可是我没看，都没有看到。那个克洛伊来，我教你怎么看哦。你一开始先往这边飞，你飞到这边，你回头看，你有没有看到后面墙壁有一个黑黑的一条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从这边就可以看到黑色一条，那就笔直的往这边冲，因为其实你蹭墙壁就可以了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就这样笔直的就这样进来了，就到这边来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有披风的话，你就是用火把烧这个门就可以烧进去了，就跟开一般的门一样，这样子，对吧？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话，你就是接近那个会有个火把图案的，你就靠近它去烧。你刻的不是同一个吗？所以没有刻到披风吗？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、啊？我去拿个大蜡，要蓝色披风哎、欸。对啊，你是刻到什么东西去？我有看到红色的东西啊。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道具下来，那个红色的道具就是点数商品啊。他刻到了什么？在哪里？在哪里捡到你？他刻到红色披风。哎、欸，你刻错了、哦。啊，超值礼包吗？你是，哦，那个超值礼包是橘色披风啦。哎、欸，克洛伊，你买错了，还要再带你回去买一次吗？会不会是买到 NS 礼包？我是三十八港币耶、欸，多少啊？它不是红色的吗？不是橘色的吗？大蜡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带鱼怎么了？有话请说。来，你带我。哦，这个石头，啊！这边好看，这边就是小王子记的啊。好啦，那呆鱼再欠我一次。
那就是那个啊，超值礼包嘛，还有送蜡烛。克洛伊克错了，那走吧，再带你们去买一次。这个进来就只是有那个啦，刚刚看到的红色蜡烛，跟那个右边的房间会有那个需要烧掉的树，然后烧完就有火了。我这边是也很远呢。那时候是为了凑那个凑颜色的披风，我就刻下去了。如果太贵，我也未必会买，没关系，先看嘛。就是里面就是送蜡的地方，送蜡已经不知道光力在哪里了。你是相信聪明的你很快就想起来了。可是蓝斗蜡很多，有很多吗？哦，欧弟也有啊，欧弟也有那个蓝斗238港币，不然你想一下，238哦。还有 OD， 帮我点 OD， 我点不到火 OD。然后这边一个礼拜会有四次，然后是天黑的状况，我刚好可以示范怎么就烧这个，烧掉就有火了。然后我到时候天黑再示范给你们看，来你们问一下他，问一下他之后右上角就可以买了，有吗？好，这个价格你们就自己斟酌一下，因为是可以进来这边吃辣，吃香喝辣。好，还是没有客，那我们就出去吧。直接坐回去就好了，走吧，回家。你不能买，你早就有了，你不能买。对吧，当时还是萌新的时候就买了这个，想说有蜡烛就加减拿，就现在都一直忘记去拿。他发型都不能加个最爱，手机不能放连结。欧安安，欧弟安安，走，我们去风之大道，快点，趁我还没忘记怎么跑。小丑披风真的好看，你也很好看啊，想这样。好，不理他们了，准备吃饼了。对，那个你们赶快，那个阿嬷的馒头好咯。你在哪里？上面
差点。35分啦、啊，馒头好了，所以赶快冲去雨林。如果今天吃两第已经吃过两次，就不用去了啦。我记得马上回头，对不对？哇！完蛋！那个谁嘞？不是谁？呆鱼不见了。每个小时都有吗？两小时啊，就是他跟那个，他跟那个海胆是同一个。你海胆的那个小时，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嘛，11:15有海，11:05有海胆，所以就是11:35有，不是这里哦，11:35有那个馒头，不会飞我。鸟怎么不穿我？大赖在这里，等一下，没有，我记得是星末左转呐、啊，原来还没到，等一下啦，星末左转，好，左转，好，星末左转到了，耶，大赖吃完了。我们来得及吃馒头吗？馒头一次性的还是区间的？35分到45分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可以吧？那我们就回家吧。等一下馒头们，你要带吗？我这里。你带路。佩佩来。我看你怎么走。走这里，好。你是说直接通到雨林的地底哦？没有，我还是要学啊。等一下吧，他们都说这个很方便的，顺便学一下。这个绿绿的哦，怎么看起来那么像那个哪里木土吧？对啊，就是你第二次吃大概吃到37分、38分就满了，过了。我现在，那就给这就好了。家庭就好，但是时间有到。别啊，你重要啊。好诶，我家人找我，刚没有看到路线，太棒了。反正是跑刚刚那边嘛，会传到雨林的地点。穿到西敏这边来了，笑死！嗨，西敏。
爱塔农西敏，笑死！你串了，克洛伊不见了，克洛伊，我们在这里，克洛伊，这边可以问 DC 的事情吗？你是说在台上问 DC 的事情吗？还是你就在 DC 问？木土，但是比较高亮的版本。这边你问啊，你可以直接问啊。DC 我不能说话。你 DC 不能说话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你看一下你那个，你是哪里不能说话？手机没办法放连结。咦？什么意思？有人遇过这问题吗？哇，没吃到火，没事。嗯，你是说打字没办法在 DC 打字吗？你没有身份，哦哦哦哦哦。等一下哦 ，Hardmo， 这个等一下，这个小鱼救我！他们说还没身份组，还没给，救我！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马上啊，那个等一下，这个太突然了，扳手们应该还在弄。哇，好热哦！你那边阿嬤消失了，但是馒头还在吧？我看一下哦。白羽凤和在笑声，佩佩哦，那这样子咧，佩佩你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打字的，我给你了，我给你身份组，你看可不可以打字。可以了吗？你在919打个字。玩过企鹅庄吗？还没。我知道有企鹅彩蛋，但是我还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能打字了。好了，我可以去睡了。我来去困。你们好 ，Hello Hello。那下面有个光遇群啊，那个那边都是，那边就是萌新发问的地方，所以如果那边有问到你们可以帮忙解决的问题，就欢迎帮忙解决。这边给蜡烛是干嘛的？哪边给蜡烛？什么意思？这边馒头给的火就是蜡烛啊。
哦，你是说桌上的蜡烛吗？你桌上蜡烛，你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我讲一下啊、哦。那个蜡烛就是你烧下去之后，你跟陌生人可以聊天，但是它有时间性，所以你要再聊天的话，你要再花一根白色蜡烛。哎，对，不要给。欸、通常你要跟玩家聊天，就是要烧像外面的椅子、桌子，你都要烧白色蜡烛才能聊天。第一次是免费的，那啊靠，是啥小？第二次聊天的话，就是要花白色蜡烛跟人家聊天。所以你看到有说是否要消耗一根蜡烛那种讯息的话，你就不要理他。那是雪球吗？那个是雪球吗？哎、欸，我会啦，又烧了一根了，哇，碎啦！我又烧了一根灰啦，我好棒！我会有雪球，那我先回。好，你有18个慢慢玩。我在想说，怎么馒头变那么大？那这个烧掉是多少根蜡？哇，也45分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好，狼月晚安，我陪你休息。你中了金属 bug， 我有看到啊！哎、欸、嘿嘿，他不见了，太棒了！他被鬼抓走了，金明被口了，太好了！我怀疑这个狼自爆。嗯，好啦，两位晚安，最后抱抱吧，抱个再去睡觉。斯利恩迪，我不抱你，没有啦。来来来，休息了，拜拜，好，休息休息。哎、欸，我抱谁？克洛伊来，晚安晚安。应该也是直接昏倒了。你怎么那么小只啊？你又喝缩小药水哦。这边是群聚感染区。好啦，两位慢慢跑吧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赶在12点前关台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也谢谢今天加入会员的。还有之前加入会员的，今天抖内的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感谢，大家晚安啦。